助理发了3块钱以后，现在就变人了啊！我不变才怪，我还变天呢，变人。好了，跟我出去了，不要跟他废话那么多。中途跑路啊，中途。你这样吧，确实挺高的。高个子呀。天天过来敲敲敲，你干什么？啊？你干什么？我就不干你敲这里。木鱼的，你到底要想干什么吧？我不想让你敲这个，我本来坐在这里的。那我不敲，兄弟们不起来啊？你去敲他们就可以了，干嘛要敲这个？哇，你这样你真的是奇了怪了，我敲我的，关你什么事？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像浏览一样，哇，你这人你真的是奇了怪，我笑我的爽满，这个不关你的事。那你笑的话，我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再笑。我跟你说，我交了住宿费，我也有权利的。你爱坐哪里坐哪里，这个不关我的事情。这个床现在是我的了，怎么是你的？我交了住宿费啊。哇，你这样你真的是奇了怪了。反正有我在的地方你不能消，消一气抬走一气，消一气抬走一气。还饶着你，我消。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吵着我们。住宿费交过来。哎，那好像都没有实力一样。嗯，100万在这里啊，都够躺一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住宿费啊。谁说住宿费是一毛钱呢？哎，这个是一毛啊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是一个亿呢。这人，好不容易捡个瓶子，捡了10多块钱。10块，赶紧。15，你不要浪费我时间。1、2、3、4、5，嗯，还剩下1块1了。一块一了，你看，好像不知道吃饭都没有。大把的实力，天天躺平，天天有饭吃，翘个二郎腿，你来我就把你抬走。赶紧干嘛干嘛去？哎，又拍。他的，他的也让他撇，他的你凭什么叫人家撇？干嘛？干不干？不干。不干，把住宿费给我。天天在这里睡着睡着，你看你呢？我不给你钱了，你再讲一句。村民，今天晚上有高工见了啊。做什么的？物流的。是啊，高工才多少钱一小时？这个今天是不计时的，100块钱。哎，100块钱，超级高工价呀！100块钱啊？100块一小时吗？不是100块钱一个小时，100块钱一天。100块钱一天，12个小时。112个小时，那还是物流，怎么那么难搞？对呀，我慢慢来抬的。好搞，你们就不搞，那现在难搞了。难搞是就不去了，那么难搞的事还去？难搞给的钱都那么少，那怎么搞嘛？那肯定要搞啊，没办法啊。搞不搞？搞。搞得不下来。下去一个个。100块钱干12个小时的。搞吧。你搞不干去？第二天就。去了就跑路。不好搞，你半夜跑路。对，不好搞就跑路。爸爸，干嘛？你不是说你要去搞吗？我肯定干活啊。但是有一点哦，不要搞什么车费、水费哦，这些东西不要再搞出来了。今天这100块钱12个小时的，不会有车费，不会有车费的啊。放心，不会有就行，相信你。
你跟我干那么久，你肯定要相信我了。明天还又扣你50车费。没有的，都说没有的。行，相信你一次。那你肯定要相信我了。兄弟。啊。一起去吧。去哪？去上班。我不去的哦，我要躺平的。去了去了，不够人。去了。哎呦，我都不差钱。不能天天躺平。我就躺平啊。躺平了，一定要躺。我都不差钱的，我又不想去上班呢。你坐着，你也这样子摇着。哎呀，你真的是奇怪了。你站起来，我带你去上班，还抱着个被子。顺便把被子也带出去了。这个叫睡神。睡啊，睡神。还说长得帅。睡我。长得帅，你哪里帅了我都不知道，你天天睡着，要不直接改个名吧，叫睡神吧。睡神太难了啊，以后就叫你睡神了啊。你还欠我几天的住宿费啊？不知道，姐姐不知道了。你看，兄弟们啊，我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晚上的话啊，这100块钱呢我们要干12个小时，然后严肃一点嘛，包山包水太高了，高工价呀，我兴奋了，我去，包山包水12个小时太高了，非常的高，包山，这个山包饭包水，啊，可以，然后呢，就是水呢有在那里，喝的话肯定要扣钱的啊，我先首先跟你们说清楚先，这个呢是包山。收费是你们自己走路过去的，12公里。啊，12公里，12公里，还说不远，过去都要1个小时，还12公里。到那边正好干这个去干物流了啊。快递飞了都把你找回来。没有，他没有那么坏的。他会慢慢下来的，他没有那么坏的。好，懂了没？能不能这样？这个是什么游泳啊？摸鱼啊，游泳摸鱼啊。喷水摸鱼？对啊，我都告诉你们，你去哪里？我打平。站就站好吗？你想溜啊？打平，一定要打。到那边，就好好干了，要拼了命的去干，懂了没有？听到了。不要给我掉链子，好吧？好。为了哥哥干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？没有。你看到了没有，今天你们那么多人去上班了，我的住宿费就少了，就剩这2个人的啊。今天的住宿费只收了40块钱啊。你们好好的去干，干完呢回来就买点被子，买点厚的衣服回来穿，好好过冬， OK 吧？ OK， 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你们不要听他说，羊毛总会输在羊身上的。李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不要听李三的，李三一点用都没有，好吧？从这个助理发了3块钱以后，现在就变人了啊！我不变才怪，我还变天呢，变人。得了，跟我出去了，不要跟他废话那么多。都堵马路啊，兄弟们！确实挺高的，高工价呀。摇都不起来了。哥哥，你看了吧，你都管不了，我们怎么管？今晚干不干？啊？干不干？你不干，你要把住宿费给我。兄弟们，大哥，不要交了喽。你干什么？我叫你不要交，你不要交，我就加多10块钱住宿费给你。肯定要交啊！你交，我就搬到那中间那里去了。摇我都摇了，不说交。再摇是，马上我就丢过去，你信不信？住宿费交了没有？啊？住宿费啊？每天都交，今天要扣20块嘞。这个地方是我的，我睡这里是我的。
修不修我说的算，我交了住宿费都可以买这张床了，这张床是我的，你明天再敲我就搬到中间那里去。你出不了那你就出去啊。我不出啊，我交住宿费这里我都没有出，在我这里躺着干什么？把住宿费交过来，签住去，不给钱也没有钱。赶紧起来，赶紧拿住宿费过来。你天天躺平了，你这个人一点用都没有。不是，我都不跟你干。乌漆嘛黑的，拿去买房子。乌漆嘛黑，是你说这些嘞？乌漆嘛黑，心黑，心最黑就是你了。我黑，你不上班，那我肯定要收住宿费啊。你上班，你看着我收不收呢？你收住宿费没有问题，你不要一来就挑这个床嘛，很影响人家的。我开心，大家都长眼，又不是不知道你来，因为我开心，我不开心那你开心。你不开心，那你出去就不 OK 了吗？来这里讲这么多干什么？明天我就搬走，我去搬去挑一家睡。你搬呢？明天你试一下。今天晚上有高工价的，谁要去上班呢？350了，有没去啊？干一天，350。350啊，我累得跟狗一样嘛。怎么可能累得跟狗一样呢？哪有那么容易挣的350？你听到350，肯定累得跟狗一样。好的工作呢，工资高，你们就说有套路；工资低，你们就说工资太低了，不想去。哇，我哪里能做到你们每个人都合你们的心意？工资低了呢，就说哥哥偷的多了；工资高呢，又说我们有套路。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想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去还是不去嘛？不去。把住宿费交过来。我有钱，我要躺平，我不差这300。哎，无药可救了。你去吗？我不去。哦，你还放到杯子里面去了？别人拿走了。那你说的那么好，你去干不就可以了吗？不想去。要不想去，你在这里也没用啊！你在这里，你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像这种睡的眼睛都不睁了，睡每个人都抱着手机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干什么。350一天你们也不去，100的你们也不去，真的是奇了怪了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躺平了。真的好奇怪。干什么？啊，看着我。我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你来你都没上班的，真的是很奇怪的。你好好去上下班不行吗？啊？上什么班？躺平。真的是无药可救了，兄弟。你呢？我在当助理，你就是废话。你怎么当助理？我都没有公布出来呢。我去，我为了你就是为了当助理，好不好？我都没有公布出来，你怎么当助理？我要公布出来给大家认识。你是不是助理啊？不知道。喂，我是不是助理啊？我怎么办？哎，我不是助理啊，算了，都不存在，我算了，我交钱了吧。你今晚不干吗？不干。你想当助理呢，你就好好表现。然后呢 ，OK 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再提你上来。我为了当助理就是免住宿费的，那住宿费都不免，我怎么想当助理啊？没动力啊，瞬间没动力。都还没开始咯。什么时候把住宿费免了，我就有动力了。你首先你要把我管好一下，你表现好了，我自然会提你上来的嘛。OK 吧。先免先住宿费，看我再好表现一点。你要表现好，先不是我表现给你。哇，你这个人你怎么敢老是搞颠倒的？奇怪，你老是搞颠倒的。哇，你看什么？我没见过水果啊。还摆着那么多水果，兄弟们。要不要搞点啊，哥哥？我不搞这个的。
你不要拿这些来讨好我，我不去。我讨好你个屁！我讨好，我是看你在那说那么半天话，口渴，想让你吃点水果，搞讨好你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那么黑，穿个白色的衣服，人家就觉得你不黑，知道没有？你要加入我们都穿黑衣服，你看这里面多少个穿黑衣服的，就你两个穿白衣服，都不入群。我告诉你大宝，你不要放这两个水果在这里，你就牛逼哄哄的。你今晚干不干？我放水果在这里，我有实力啊！我有实力，我就不干了。你不要就是拿一点水果，你不干拿出去喂给我，我不想跟你啰嗦。我也不想跟你，我巴不得你来了就走。拿出去喂给我啊！哦，我就发现宿舍这人呢，真的是奇怪了。这鞋呢，不去藏这，又去藏那的，哎，真的是，你看这种，过来一下，你看这种，睡的，哎，都不知道怎么整的，睡着抱着手机，吹风扇，盖被子，天天就这样子睡着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在这里呢，你要看一下啊。看一下这个人管不了，小心，已经管不了了，属于是顶尖大神了，我操！那你要想帮助你，那你又有这种能力出来吗？摇都不起来了。哥哥，你看到吗？你都管不了，我们怎么管？今晚干不干？啊，干不干？你不干，你要把住宿费给我。啊，你不干就把住宿费给我。你有没有？你没有，你不要装在那里，装着找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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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你等下六点钟到楼下集合啊！你不要迟到啊！迟到啊，明天不看到你上班，那你的住宿费要交40块钱了。清楚了没有？这人，所以管不了啊！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了啊！干什么？还看你长得帅。这也是没用的。你看这种，这是躺在这里就看视频的，这一点用也没有了。哎，记就记着了。不要那么坑好不好？这个你不上班交住宿费，那是应该的。你有哥不是刚交了吗？他交了40块钱，你就一装这口袋，这把20出来。回电梯了，来来来，哎，乱七八糟的。你干什么，李三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回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喜欢回来，我就喜欢回来。啊？你没看到我坐在这里拍？你回来干什么呢？我喜欢回来，我就喜欢回来。这里是你想来就想来，不想来就不想来的吗？对我来说，走，留，去。来回没有什么区别了，来干嘛干嘛去。哇，你这样你真的是奇了怪了。我来坐这里，明天再来拍的话我就把这个拆掉，你信不信？你敢拆？我现在不坐助理了，我都不怕你，我没有2800给你空，我看你怎么的。哼，你不坐助理了，你就没有2800给我空。你住在这里，那你又服从我的安排，该交住宿费交住宿费，躺平躺平就躺平，
该上班上班，躺平你就不用教我，我会的，交住宿费照样交给你，好吧？哇，你奇了怪了，赶紧干嘛干嘛去，不要再一进来就嘟嘟嘟嘟嘟嘟响。我进来再说，你们是挑战高工价，看一下有没有跟你去。你怎么两个人睡我这张床？哎，去了，哎，啊，睡就睡嘛，关你什么事？不给你钱啊？睡断了呢？断了我再赔，去了去了。你赔不起的，一元哥，你看你那样，你赔得起吗？啰啰嗦嗦的跟个阿姨呀、啊，去了，干嘛去干嘛去？你们两个不准睡我这张床。昨晚上干了没有？你觉得我会干吗？这个人不会干活的啊、哦！我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来都是这样的，话也不说，就直接给住宿费给你，就没了。年轻人要好好干，有钱给你说还不好啊？我不是问你，李三。其实那么多人，你每个人收一个月的住宿费，你都不用叫黑种了，叫白种起来了。你那么拖货的干什么呢？这里关你什么事？今晚干不干？你看看到了没有？都是这样的。那大宝，你呢？我上班了呀，你昨天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到那边考察我都在那里。干了几个小时？干了三个。高工价低工价？高的。吃了一个宵夜，加了个鸡腿，继续。这人一点用都没有，你有没有喝水？我肯定不喝水，那个水太贵了，十块钱一瓶，这那么大个十块钱贴在那，我肯定不敢喝了呀。你下次把那个价格标签撕掉，可能我渴的时候，可能我会去喝一瓶。你这个人也是没有用的，工资23。对啊。领导不发，只发20。可以啊，我每天我赚20，又不用交住宿费，我每天能挣了40。这谁是的？这个我们帅兄啊。姨什么姨嘛？天天在这里躺平。你昨天说要上班，又没看到你。今天干不干？嗯。你把昨天的住宿费给我。没有。没有就完了。嗯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过来先。兄弟你呢？我给你躺平啦。我操！干10多个小时，发20多块，怎么搞啊？干嘛三个人睡我这张床？那里两个，这里三个，老下惯了。不是，太冷了，抱着一起睡舒服一点。天气这么冷，是啊，两个人才，哎。三个人睡这张床，还说天气冷了抱一起睡。是啊，嗯。今天晚上我要去上班。今晚要干，对吧？对啊。你们两个呢？也干工了。再多干多。阿明。干什么工？昨晚干了吗？干什么工？学我一样躺不下吗？你不要带坏别人，你在上面你就好好在上面，你不要带坏。昨晚干高工价低工价了？高工价。吃了个夜宵。干几个小时？干了8个小时。吃了个夜宵。喝冰水。今晚还进去对吧？对啊，没钱了。那肯定的嘛。低工价，干上班的。你那么着急的干什么？我给他发工资先啦、啊。在那里打呼噜，人家发工资一起在那打呼噜。工资123。只怕120。我操！哎呦！拿石头来！我看到了。
哦，你们的手速也够快了呢。哎呀，好歹我反应的快一点，不然的话不见一半家散走了。你呢？那个低工价干了八个。下次要做高工价、低工价，躺平躺不了几天，计算机就打坏了。那我那里扣那个计算机钱，我老实一点。完了。为什么跑嘞？归零。多少？那个低工价干了八个。吃了两个夜宵，喝了一瓶水。这一百块钱的，你不是零都不发吗？零头不发，只发一百啊！哎，刚刚搞了计算机，嗯，打碎下来了，这一百就不发了，根本不打烂了。一百不发了，这么黑？一百块钱呢、啊？我这个计算机我买200块啊！我在。现在还可以用一点啊！你这个打烂了，你扣人家钱干嘛？打烂了扣人家钱。发到他打烂了，就要他来赔。撸他小凤，把他撸出去。算了，一百块钱算了，扛出去。准备要抬助理吗？啊、哦，100块钱就给你搞定了。你不要听李善啊、哦，下次免住宿费呀、啊，免两个月住宿费呀、啊。100块钱你想免两个月的住宿费？你想都不用想。没得救了。你呢？问谁啊？我问你，你一直在那里打游戏。你吵我打游戏干嘛？你昨晚干了没有？干了。干了高工价低工价了？肯定高工价了。干几个小时？这么多时间干低工价了。干几个小时？干了10个小时。归零。低工价了对吧？高工价。有没有吃宵夜啊？吃了三个，喝了三瓶水。你吃那么多干什么？不吃多哪有力气干呢？给你熬干的。吃了三个夜宵，哪里有这样子吃的？怎么没有啊？没有力气怎么干活？饿了怎么干呢？那空着肚子。三个月消三瓶水，嗯，然后不去躺平。工资977，我汇3块给你发100吧。哦，这么好啊！哦哟，可以啊，好好干了，肯定好好干。那为什么我的零头不发？哇，还有零头发呀？干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躺平啊，躺平，住宿费。去年嘛，天天住宿费，天天都不干活的，你这人真的是奇了怪了，啊？干不了啊，太累了，哎，拿去走，哎。哎，干不了，你看你那样，三个人睡床，两个人睡床啊，你们不要睡我的床对了，800块钱一张床，我告诉你们。我的天，太冷了。对着舒服一点、啊、人气冷气干活买妹子不是可以了吗？有妹子、今晚干不干？不干。住宿费李三帮我去。嗯、啊、我现在我都准备提桶跑路了，我还可以帮你交。那个千万别跑啊，我们爱扣你的。你跟李三同一张床干什么呢？我都说了这张床是有问题的。哎呀，人家干嘛就干嘛，你个啰里吧嗦的。同流合污啊！你管得着吗？他不是帮我交了吗？他才交了，他自己的。我给你40块了，你搞这种，哎，不行。哦，都在火干了，要赖账了。你看那么多，我不管你哦。我都帮他交了，哎呀呀。哎，赶紧口袋那多拿几份，赶紧！我看他明明交了40块了，
李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嘛，就他帮交了，我不能躺吗？你不交住宿费，你还想睡在这里吗？他都帮交了吗？你看，啊，这个是我的，我都帮他交了，去了回去了，躺平。你下班再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神在这里。他睡觉会放屁的哦，你相信点。你把昨天的住宿费给我。没有。没有，那你出去。你看吃了水果，吃了这些书没有？有的吃的，没的交住宿费，又不上班，赶紧啦！你要干什么？把住宿费交给我。小姐，那你要出去啊？啊？大雄，老实点出去行吗？你等一下出去啊！你都不算老实出去。你要看着他哦。好，看着他。好，把他锁住啊。啊，知道。懂了没有？啊，懂了。马哥走。先给他睡一点。等一下六点钟他不走的话你就打电话给我。好，知道。李三。打出去了，哎呀，明明交了还李三。住宿费啊。兄弟呢？对。你小门儿跑。断了，床真的断了。明明交了40块钱，还李三三三三什么三呢？一元哥他自己交他的，你能放进口袋了？明明交了40块钱，拔了20出来，哪有这种做法的？你等一下给我出去啊！那你不要装进口袋里面了、啊，你装进口袋拔出来也出20。你等一下给我出去、啊。不要那么坑好不好？这个你不上班交住宿费，那是应该的。你有都不是帮交的吗？他交了40块钱，你就一装进口袋，你就拔20出来。回出去了，当然了。哎，乱七八糟的。